Thank you.
个，外面有个一点资讯和百度地图和米家，一共加起来应该算是12个吧，可以说还是比较良心的。因为现在手机厂商利润逐步降低的情况下，而且在昨天小米的财报也是发布了，它这个硬件的利润率仅仅是在1%左右，所以他们是要靠这个预装软件以及部分的广告推广来获取相当的收益的，所以这点我们大家都是能理解的。好，那这边就是我这边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红米 Note 7 Pro 的开箱视频。在明天呢，我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游戏和以及红米 Note 7 Pro 和红米 Note 7的对比，敬请期待。